有网友扒出气功大师王琳与众明星昔日的珍贵合照，其中包括王菲、赵薇、李连杰等。此外，他和影视明星李冰冰及其经纪人李雪的合影十分惹网友的关注，更有爆料称李冰冰曾认王琳为干爹。在江西萍乡，王琳一直延续着自己大师的神话，通过不断的被引荐，王琳成为众多明星和某些官员拜访的对象。方舟子曾直指气功大师王琳是骗子，只是他把魔术表演说成是特异功能，玩的是骗术。然而李冰冰曾认王琳做干爹一事立即引起网友讨论，称这不是认骗子为父吗？太荒唐了。日前李冰冰的经纪人李雪对干爹一事表示，每个人都有朋友，李冰冰并不想具体解释和王琳交往的情况。对于为什么会去王琳家中并合影，李雪表示冰冰妈妈身体不好，为了妈妈治病，所以去王琳大师家中求医问药。对于治疗的效果，李雪说治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，现在说治好和治不好都不够客观。